跳舞吗？可以啊。那我要先按自动跳舞。这里烫烫的，别这里玩哦。你不是叫我玩吗？你可以玩，可是要注意那里烫烫的，知道吗？跳而已。可是我在跳舞啊，在跳舞比较好。像绿的太阳花哎，好，够了。肉放在这里洞里。洞里。肉放在洞里。这样，这样应该很好。在洞里就好。这样。在上面吃就好了。每个就三角加班，每个就你在自己录，我没有饭，你在那边录什么？拜拜。吃饭了。嗯。好。嗯。那个汤匙比较好用。哦，我都不知道嘞。自己排的饭这样好漂亮吗？嗯，不漂亮吗？哎呀，我就觉得这根很奇怪。哪呀？嗯，站起来那一根。嗯。怎么可能有一种花它是这样？有中间有一个。啊？这个声音呢？它不会录进去。我也没有听。看的人会听吗？还有，
平哪有皮？好，示范了。要不要吃肉？我有了，我很多了。啊，这个肉有辣。对啊，有点辣。我才不要吃嘞，有点辣跟小辣。好吃鹅肉饭。跟大辣都不要，我只喜欢小辣。好吃鹅肉饭。这是小辣吗？小辣而已。不行。切块就好。不要。试看看，如果辣就给妈妈，好吗？不要，这很浪费。不会。很浪费。我把它在我的饭上面压掉那个汤汁。那个是汤汁辣哦。嗯，汤汁辣而已。放在上面就好了啊。好，上面。是做什么？那饭要不要吃啊？